思不真，每日灵修。经文，因这一切的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。尼希米记9:38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向上帝许下心愿，立志偿还。比如像西西家，在病愈后，与上帝另定新约，愿将余生献上；或在困难解决后，以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来到救主脚前，再次更新我们的奉献。特别是我们犯罪玷污主名，让圣灵忧伤时，更要求告耶稣宝血洁净，并重新将自己献上。还要切记，我们不仅在逆境蒙主搭救，懂得感恩图报，就是在顺境也一样要常思主恩典。若我们曾蒙主恩典格外的怜悯与看顾，我们理当称颂主名，并将荣耀归给他。若我们在顺境中也能学习受益，我们就无需这么多管教。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恩典尚未经历过？我们有否高唱耶和华的慈爱与信实？他有否将我们的脚摆在宽广之处？让我们扶着坛脚说：上帝啊，愿你的慈绳爱索环绕我。让我们因着感恩，向上帝另定新约，偿还心愿。